速战速决吧。 亏麻了，被拉扯了。你别装啊！他手比我长，哎呦，妈上一次就这样，我。 太久没打到，没忘了，他平 A 的一个距离比我长，兄弟们要记住这一点啊，不然就会像我刚才那样。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每次用这个。 情人节的时候操作很僵硬，先拉开，等他的一个征服者消失。这把刀是我的最爱。 假装游走一下吗？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这么想操作啊？这个血量还想操作啊？我拖到四级绝对赢。 还不回，再囤一波。你有这个耐心吗？这炮车可能是他的死期，说实话。 哎，我是让你摸我，你在干嘛？哇，有点夸张，兄弟！哎，有点夸张，这都听不懂信号。 加油！他们的骨头将成为我的磨刀石。 这波感觉可以直接把他杀了。不要妨碍我。
试一下，不慌的，自信即是巅峰。你以为我敢在二塔跟你对线？我是在送死吗？ 注意拉扯，兄弟们，注意进场时机，注意进，跑得有点慢，兄弟，借我两条腿呢。OK， 丝毫不慌。 贪就贪到离谱。Hello， 完了，干住了呀！啊，要1500。Nice， 好游走。 游的好啊！要不吃个红？他不让啊，兄弟们！谢谢东哥送的43组66个打扣，提摩摩，感谢东哥！谢谢东哥送的。 69组，66个提摩摩，感谢东哥，谢谢东哥给我的移形任务，谢谢东哥送的70组超打提摩摩，囤一个口水回家，这波我可以一打二。 来一波一打二吧，难道输？二塔再对一波，算了，兄弟，还敢拉扯？ 这波有闪，他直接死 ，WQ 骗出一个 W， 在他重伤减伤结束之前，之后我们再平 A， 这波只需要 WQIA 一个可选，站在小兵中间，他唯一借走这个位移的只有这个小兵，你不离开小兵，他就拉不开，除非他闪现。 和谁对线，提前你要想好他的一个逃生路线，击杀你的一个路线是怎么操作的。他刚才这一波唯一活的方法就是 Q 小兵，拉扯开，出一个战锤。我从不妥协。 小小单杀3波吧，我好像是两波。第一波是配合打野，不过第一波我们也是压得很惨。他们打野来了，所以才配合的，不然我也是单越。假装掉线，打我，对，打我。对对对，就这么打。
你在干什么？我在二塔对线，你在这干什么？你当我在配合你呀？我就是跟他二塔对线而已，他怎么以为我在勾引呀？侮辱我是吧？走，等他阿我，阿我我们可以应急处理。来折磨。直接开始我们的折磨之旅，小心啊！现在可以不用躲技能了。什么时间点，什么装备，可以有什么操作？兄弟别拦，不要单吃，先刷宝石吧，这边会有一个 W， 一个 W 收下双生，这波先刷宝石既能骗出刀妹的一个 W， 所以宝子死了我们再刷刀妹，伤害完全没有被挡，这就是细节。不会吧，你要被杀了吗？哎呀，怎么是近战啊？那就算了吧。远程 QA 可以把他杀了，近战的话只能 QA 不出来。开个膛，速战速决吧！不留黄龙，无处可藏。一个 W 回点血。还有一个翻墙，我的妈呀！这是哪位？OK， 游走于刀尖之上。哎呦，怎么有老六啊？那我都是光明正大在正面一干一堆几的，给我偷了。他要是出现在我的视野里，我都有。我的下一步逃跑记录计划我都想好了，只可惜他蹲起来。
拉扯就完了。刷宝石，那算了不。哎呀，你怎么？呀，我能翻墙，你在这，你能，你也能翻墙 ？EJ， 干嘛呢？有大波，没大波就上路。哎呦，好危险啊！哎呀，摸我兄弟。没说你金克斯，啊，我的 CD 不够快啊！先杀一个呀！别挂了，别挂了，兄弟，再挂要痛了。看来得有一个重伤啊！哎，再出点什么？哎，不太了解。再看看。游走于刀尖之上。来个蓝 buff 吧。哎，为什么？我是被什么东西绊倒了吗？刚才怎么走不动路啊？哎呀，还能再出个啥呀？这出装有点难以取舍。有破盾吗？没有破盾。只有傻瓜才会为命运而现。哇，刚才这个位置，如果是能翻的就好了。我想闪到这边，他得到这个位置，这位置不太够，不然的话，这波就是一个异闪了。是吧？怎么被一个刀妹挡着这样？哎，这刀妹不是被我打崩了吗？打个蓝吧。啥啊？真的吗？
哦，还有这种操作？二 QQ 兄弟，二 QQ。他比我肉兄弟，我把他们 AD 耗死了，他把我耗死了，什么情况啊？哎，那看来得个来个重伤啊，不，看来得来个死亡之舞。我的想法是我杀了 AD， 其他人都已经死，没想到还有一战之力。不简单啊，无处可藏。哎，不对呀、啊、兄弟，盲僧去下暴露了我们没打野啊。这波还好他们没偷龙，偷龙这波技能。游走于刀尖之上。哦，我们猜到对了，怪不得我打不动其他人呢。一个亿，来哥，代表星星惩罚你，懂吗？星之守护。哎呀，这么夸张的吗？菜刀队伏笔了呀！这个人有伤害吗？总感觉他没伤害啊。莉莉亚打真伤，有点在他面前有点肉不起来，好像是。这人怎么还不来？再不来我要死了！无处可藏。先拿龙，不要着急。干嘛？他想一锤一锤把我锤死，我靠！我人傻了，有没有果实？没有果实。
能摸野吗？他？LVD， 我还在这，追他！哎，我还差点钱啊，有点尴尬。我从不妥协。这不，我打了多久啊？这波兄弟们，有人计算时间吗？我是不是打了一两分钟啊？妈也太持久了。你走了，这个怎么办？啊！诸神之战，尔等凡人在此造次！别点我，谁来都没用。哎，他们没辅助。没辅助，只能拿脸上。在此造次，走，兄弟走，我扛他。对对对，就是我，打，快打！往我头上砸。看一波，抓个征服者，拉一下，再拉一下，准备回头一口气。算了，还有什么装备啊？我有点不太了解了呀。享受钢铁的滋味。哦，好像有一个有一个装备挺好的。哇，难出了。刚刚是谁打得动我来着？你别在地图被我发现啊！地图发现可是全图的，把链子给你锁上。搞这些，今天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159的技能级数，只有傻瓜才会为友谊而献身。哈哈哈哈，好，见面了，兄弟，那老子追的就是你。这把刀，别管我，别管我。走，不慌的。听说你很肉，没感觉，快打我！哎呦，怎么玩啊？有点没意思啊。往头上打，拿下这一把，我们的男刀。
真潇洒。